Welcome back to the NBA 2K10 show. Oh, part 2. Yeah, part 2. Part 2. 我们将继续打。好，没有，我在哪？我在里面。好。哎，我本来要打三分球哦。对哦。哎呀，哎呀，你背对着我。哎呀，被我干倒了。来呀，进攻！哎呀，看你。只差了五分，你还对，我还不服老，你还是要用这一支，对啊，坚持啊，哎呀，输了，输在科比，科比是祸根，不选他了，科比为什么打球星居然变成累赘，啊，威廉斯吧比较强。那我下次五星来投，下次五星来会不会投降啊？阿仔，他不会投降，他会冥想。哦，啊，科比变弱了。哎呀，进歪了。爽啊，打快攻了。我没老，我来证明没老，对吧？跳不起来了，上来有进攻。他脚有受伤啊？他好像也是左膝伤，还有右手指有伤。因为他真的跟星辰左膝有那个。哦，那就是了。想不到 2K 是这么先进。没错。真的。竟然没去研究。这都更新。对。那幸好 Kobe 没转队。哎，转队没差，反正我们都选。我知道。MLB 他。哦，那是 NBA。没有 MLB 是棒球的。哦，棒球。那他干嘛播那个棒球呢？就资讯比较全面。我是有 MLB， 可是没报。篮改不够。哦。哎 ，Anthony。好 ，Game Point 结束这一局。我来一点华丽一点。干你呀、啊！吓到了！哎，威廉，快打个威廉！好几个单一个，看你的。喂的，啊！发生什么事？输了。输赢了。输赢，算了，第二场会赢的。第一场结束。